我们观察到蚂蚁雄兵轮轴传动的方式与战车的行进方式雷同，因此我们将它设计成雄风战车。当它在行进时，宛若整装待发，伺机而动的地面战将。在车壳舱盖的部分，我们用大小不同的弹壳相叠制作，并将手机包装的泡面固定成倾斜装甲，再以杯盖当成炮墩，粗吸管则为主炮。水果泡棉比拟成履带，我们参照缝纫机的线轴原理，在弹壳内设计装置机关。当机器启动时，便能以车轴带线轴的方式，联动战车上的机子旋转，营造出一种舍我其谁、绝不退让的精神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我再听到飞机声，我都会想起那一年我和同学一起做的机器人。谢谢大家。开始。万兽之王结合那个海军的战舰，它四只脚走路的时候，整个都会摇来摇去，就像船在海上一样，会摇来摇去的。然后我们主体是用鸡蛋壳来呈现，然后还有利用竹筷和竹签所做成的雷达。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台小型的侦察机，那我们的旗帜和侦察机上面都有绑棉线，为了就是让这一台在走的时候，整个旗帜和侦察机都会随着它走路而摇摆，显示出它机灵的一面。好，开始。不要这样子弄，你到锅子边来，稍微急。我们把机器战斧设计成空军的战机，从它跳动的形式模拟成战机即将起飞、轻微震晃、轮子旋转的启动状态，展现即将出征的无畏精神。我们利用材质较轻的铝罐啤酒瓶，搭配小果冻盒和饼干塑胶盘作为主题，以包覆水果的泡棉伪装成火焰，并在双臂绑上延长的胶片，让它摆动时可以触动飞机下方。这时起落架上的轮子会因此联动。以瓶盖结合的小轮子，在它外围加上彩色的纸片，使其转动时更加鲜明，就好像战机准备起飞翱翔的振奋精神。好，开始。